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三布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三布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三布达斯如何正确地面对死亡？吉祥快乐之道，佛教徒的生活态度。第五章，如何正确地面对生老病死。第四节，死。有些人由于放不下亲爱的人，所以害怕死亡。有些人由于放不下所拥有的财产，所以害怕死亡。有些人由于害怕未知的死后处境，所以害怕死亡。怕死或因为死亡而伤心难过，有两方面，一个是自己死亡，另一个是他人死亡。对于亲人去世，世俗人难免会有不舍的伤感，然而应认清的是，无论你如何伤心，如何哭泣，难道你的亲人会因此再活过来吗？这是不可能的事。伤心难过只会伤害你自己而已，没有任何益处。舍本生经讲述了我们菩萨过去世了知生命的无常，即使自己心爱的儿子去世也不伤心难过的故事。舍本生经的内容如下，这个本身故事是佛陀住在舍卫城圣林几孤独园时，关于一名儿子刚去世的富翁而开示的。当时佛陀来到这名富翁家，然后坐在夫舍的座位上。富翁礼敬佛陀后坐在一边，佛陀问富翁说，贤友，你悲伤吗？富翁回答，是的，尊者，自从我儿子去世以来，我都在悲伤。佛陀说，贤友，破坏法会破坏，灭失法会灭失，这不仅是一家之事，也不仅是一村之事，而是在欲界、色界、无色界三有的无量轮回界之中，没有不死之法。这无常的本质，即使你想仅仅一个行法恒常的助力，也是不可能的。一切有情都是会死之法，一切诸行都是会坏灭之法。古代的智者在儿子去世时，由于思维会死之法死了，灭失之法坏灭了而没哭泣。在这名富翁的请求下，佛陀讲述了这个本生故事。很久以前，波罗奈国在梵寿王统治的时代，我们菩萨投生在波罗奈城门外村庄的一户婆罗门家，成年后他成为一家之主，以耕田务农为生。他生了一对儿女，儿子长大后迎娶一名门当户对的女孩为妻。他们全家有菩萨，他的妻子、儿子、女儿、媳妇和婢女，共有六个人。他们一家人和谐地相处，一家和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菩萨教诫家中许予五个人说，你们要依所获得的钱财做常态性的布施，要好好的持戒，要受持不杀戒，要修习死随念。你们要观察众生会死亡的本质，一切有情必然会死，生命是不确定的，一切诸行是无常坏灭之法，无论白天或晚上，请勿放逸。他们说出善哉、杀度来领受教诫后，
不放逸地修习死随念。有一天，菩萨和他的儿子到田里耕田，他儿子在田边把干燥的杂草等垃圾聚集在一起，然后点火燃烧。在垃圾堆的不远处有一座蚁丘，蚁丘里有一条毒蛇，这条毒蛇被浓烟熏到眼睛，于是愤怒地从洞中爬出来，心想：你竟敢用烟熏我的眼睛，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于是张开四颗毒牙，把它咬了一口，菩萨的儿子就倒下并死去。菩萨看到儿子倒下去，就把所驾的牛停下来，前来查看，得知儿子已经去世，就把儿子抬到一棵树下，用自己的上衣盖在儿子身上。当时菩萨既没悲伤，也没哭泣，心里只是想着：坏灭之法坏灭了，会死之法死了，这是一切诸行无常，会有死亡的结果。在观察无常的本质后，就去继续耕田。过了一段时间，菩萨看到一个邻居从田边走过来，就问他说：某某，你要回家吗？那个邻居回答：是的，我要回家。菩萨说：如果你经过我家，请向我的妻子说，过去平常带两份食物过来，今天只要带一份过来就好了。过去平常只有婢女一个人送食物过来，今天则四个人一起穿着洁净的衣服，带着香和花前来。那个邻居回答：好的，善哉，沙都。回去把这些话转告菩萨的妻子。菩萨的妻子问说：某某，这些话是谁说的？那个邻居回答：是你丈夫交代的。听到这些话，菩萨的妻子就知道我的儿子已经去世了。然而他并没有表现出震惊和伤心的样子。菩萨的妻子提起心智，好好的休息死随念，穿着洁净的衣服，带着香花和其余三个人一起来到田里，但没有一个人是哭泣或悲伤的。菩萨坐在他儿子所躺的树荫下用餐，用完餐后，他们五个人一起捡拾新柴，堆成火葬堆，再以香花供养后，涂比他儿子的尸体。由于他们的死随念已经修得非常好，所以没有人流下一滴泪来。由于他们的戒德威力，使得第四天王的宝座热了起来。当第四天王观察是否有人想要占据自己的宝座时，发现是由于他们戒德的威力使自己的宝座热起来的。于是他以净信心想说：我应该前往他们那里，使他们个个做狮子吼，在他们做了狮子吼之后，使他们家充满七宝才回来。于是化作一名年轻人，迅速来到火葬处旁站着，问菩萨说：朋友，你在做什么？菩萨回答：大德，我们在烧人。第四天王说：我想你们不是在烧人，而是杀了一只鹿后把它烤来吃吧。菩萨说：大德，不是这样的，我们真的是在烧人。第四天王问说：如果是人的话，此人是你的敌人吗？菩萨回答：大德，他不是我的敌人，而是我的亲生儿子。第四天王问说：他是你不喜欢的儿子吗？菩萨回答：大德，他是我非常喜爱的儿子。第四天王问说：为何你没哭泣呢？
菩萨以两首偈来讲述自己没哭泣的原因，说：如舍舍旧皮，以舍己身去，逝者已死亡，此生没有用，被烧的尸体不知亲属悲，所以我不悲，逝者已逝去。这两所记的意思是，那得我儿子就像脱了旧皮的蛇那般，不回头看一看那张旧皮就舍弃离开了。同样的，我儿子舍弃并离开自己的身体，由于他的身体已经没有命根，所以无法受用。我儿子在死亡之时已经去世，到底是为谁在悲伤，为谁在难过呢？我儿子的尸体即使用叉子刺穿再拿来烧，他也不知道痛苦和快乐。同样的，亲属们悲伤他是不知道的，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我不悲伤，那个去世者已经逝去了。第四天王听了菩萨的话后，接着问菩萨的妻子说：夫人，他是你什么人？菩萨的妻子回答：大德，他是我怀胎十个月抱在怀里以母乳喂养，背在背上照顾长大的儿子。第四天王问说：夫人，父亲是男性，所以没哭泣，母亲通常心比较柔软，为何你没哭泣呢？菩萨的妻子以两所偈来讲述自己没哭泣的原因，说：不召唤来此世，从此去不告知，去时犹如来时，在此何必悲泣，被烧的尸体不知亲属悲，所以我不悲，逝者已逝去。第一所偈的意思是：大德，我并没有把这个儿子召唤过来，他就来到我家，从此人间离去时，他也不告知我一声就走了，来的时候随自己的高兴就来，去的时候同样的也随自己的高兴就走了，我又何必悲泣呢？第四天王听了菩萨妻子的话后，接着问菩萨的女儿说：姑娘，他是你什么人？菩萨的女儿回答：大德，他是我哥哥。第四天王问说：姑娘，为人姐妹通常对兄弟有感情，为何你没哭泣呢？菩萨的女儿以两所偈来讲述自己没哭泣的原因，说：若哭我会受，对我有何果？亲戚和朋友徒增不愉快，被烧的尸体不知亲属悲，所以我不悲，逝者已逝去。第一所偈的意思是：那得若我为哥哥的死而哭泣，我的身体会消瘦，我哭泣对我哥哥有什么帮助吗？并没任何帮助。我哭泣对我有什么好处吗？对谁有什么利益吗？没有。其实对我并没任何好处，若我哭泣只会使我的亲戚朋友徒增不愉快而已。第四天王听了菩萨女儿的话后，接着问菩萨的媳妇说：女士，她是你什么人？菩萨的媳妇回答：大德，她是我丈夫。第四天王问说：女士，女人在丈夫去世后就成为寡妇，没有依靠，为何你没哭泣呢？菩萨的媳妇以两所偈来讲述自己没哭泣的原因，说：如为空行月，小孩在哭泣，对死者悲泣，同无济于事，被烧的尸体不知亲属悲，所以我不悲，逝者已逝去。第一所偈的意思是：就如一名对于是不是当、可不可能得到都不懂的无知小孩，坐在母亲的大腿上，看到十五日的满月在天空上运行，
于是向他母亲说：“妈妈，把月亮给我，妈妈，把月亮给我。”一再的哭泣，为了死者的去世而悲伤哭泣，这哭泣也是同样的徒劳无益，也是不会有结果的。为了以去世者的死去而悲伤，比那名小孩要月亮而哭泣还要愚蠢。为什么呢？那名小孩是为了存在的月亮而哭泣，而我却为了我丈夫的死而哭泣。他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即使用叉子把他的尸体刺穿来烧，他也没有任何知觉了。为此而哭泣，不是很愚蠢吗？第四，天王听了菩萨媳妇的话后，接着问菩萨的婢女说：“女士，她是你什么人？”菩萨的婢女回答：“大德，她是我的小主人。”第四，天王问说：“女士，你小主人是不是经常折磨你、打你，所以你认为我已经脱离他的魔掌而没哭泣呢？”菩萨的婢女回答：“大德，并非如此。我小主人是很好的人，他具足容忍、慈爱和悲悯之心，他是我抱着长大的，就像我的亲生儿子般。”第四，天王问说：“那为何你没哭泣呢？”菩萨的婢女以两所记来讲述自己没哭泣的原因，说：“就如水瓶破，无法再复合，对死者悲泣，同无济于事。被烧的尸体不知亲属悲，所以我不悲，逝者已逝去。”第一所记的意思是，就如在拿水瓶时不小心掉在地上，摔破成七块。若想要把这些破片排好，使它们结合在一起恢复原状，这是不可能的事。同样的，因去世者而悲伤，这悲伤是没有结果的，死者不会因此再复活起来。具有神通者能以神通力把已经破了的水瓶排好复合，用来装水，但即使运用神通力，也无法使已死之人复活。第四，天王听了他们的法谈后，升起敬信心，对他们说：“你们不妄意地修习了死随念，从现在起，你们不需要再亲手工作谋生了。我是第四天王，我将会在你们家放满无量的七宝，请你们努力地做布施、持所戒、受持菩萨戒吧。”在给他们家无量的七宝后才离去。佛陀讲述这个本身故事后，也阐明四圣地的真理。在开示结束时，这名富翁证得须陀洹果。佛陀说，当时婆罗门的婢女，就是现在多闻第一的在家女居士，久受多罗。当时婆罗门的女儿，就是现在神通第一的比丘尼莲花色。当时婆罗门的儿子，就是现在的罗诃罗。当时婆罗门的妻子，就是现在智慧第一的比丘尼谶摩。当时的婆罗门就是我。这个故事是在告诉我们，面对亲人的去世，不需要伤心难过，因去世者而悲伤，这悲伤是没用的，死者不会因此再复活起来。大家有没有想一想，若自己明天就要死亡，你会有什么心情，会有什么想法，心里准备好了吗？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怕死，不敢面对死亡。为何人们会怕死？作为一名佛教徒，大家应对佛陀的教法有信心，深信业果法则。如此一来，大家在行为举止中会比较小心，比较留意。若你已经深信佛法了还怕死，那就要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了。为什么呢？若你今生都遵照佛陀的教法来布施、持戒、禅修、行善，
而且未曾造过什么不善业，你死后必定会比现在还好，享受人天的善报。若你死后投生到欲界天，在那里你不需要为三餐而烦恼，想吃饭就有天使自动现前，也不需要为衣服而烦恼，一切因自己的福报现成，也不需要为钱财和生活而烦恼，多好啊，不是吗？多要去享福报的，为什么要害怕？如此是不是你自己心虚了？是不是好事做太少，坏事做太多了呢？该反省。萨度，萨度，萨度。